这就是时空幻境吗？这是哪儿？这衣服，这是未来还是过去？他们在做什么？ 对于你来说，这是未来。可是他们刺绣好美，他们的装扮好像也是老样子。传承不会因时间而改变，百年、千年，传承会带给我们力量。拿到传承的信物吧，它就在这里。 这点加一死一头。哦，咱死一头。慢点，慢点点。他前面还没下来呢。别动！啊，我只是觉得好看。后台的东西不能乱动，这是规矩。哎，起来。哎，姑娘。 后台这衣箱可不能随便乱坐，这也是规矩。游龙戏凤马上完了啊，下一个按照天宫，哥几个都准备好啊，都马前点啊，哥，好了，陈将活动活动啊，把服装给垫平点啊，小猴赶紧办戏了，哎，马上，都开了啊，这都保着点，哥几个都抓紧时间办上啊，今儿个大照。 Thank you.